对不起啊，这就是像我们讲经过啊，中层的十大建设一样啊，来路经啊，这一条路的啊，的确，感恩这条路这么多的啊默默奉献的大英雄。那个是一个的常住法师这进行的啊的这个世界和平行脚，每一个光体，每一步走出都是如此的清静。